见。是您家的狗，您姓花，叫聪聪，他是大聪，我才是小聪啊。那您最爱吃的豆沙糕？哦，我认出来了，你才是我的乖孙子小聪。对对对，奶奶，我就是您的小聪。哎，对了，乖孙子，奶奶也有好东西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你等着啊。拿着。喜糖？哪来的？不是又偷偷跑出去了吧？这是别人送的，好像说是那个大帅又娶姨太太了，派人挨家挨户的发，每个人都有的。哎，喵喵啊，我听说艾大帅又娶了一个姨太太。哎，别跟我提他，一大把年纪了还娶了个洋媳妇。艾大帅，他不会是要娶个洋人当姨太太吧？哎，你怎么知道啊？我梦见的。哦，哎呀，艾大帅嘛，他不是每年都要娶姨太太吗？那天可热闹了，整条街都是人，光花车就有好几十辆。就是那个杨太太，没我好看，不过她头发是金色的，就跟女王一样。奶奶，这糖……哎呀，这糖不好吃。你看这纸五颜六色的，多好看呐！都留给你了。哦，谢谢啊。不用谢我，你要谢就赶紧到应昌盟金行给我买个金戒指吧。金戒指？您的戒指呢？就是爷爷送给您的那个定情信物，哪去了？我的戒指哪去了？肯定是刚才打你的时候弄掉的，你得赔我。不可能，我记得很清楚啊，您那个时候就没有戒指。臭小子，那你说我的戒指去哪儿了？奶奶，您到厨房里挂着的那个菜篮子里面看看。找到了。
么知道的呀？嗯，您放豆沙包的时候，这馋鬼可是看都不看你一眼。那和这戒指有什么关系啊？您肯定把它喂饱了，为了什么呢？厨房的肉，我们的厨房里就只剩下这一块肉了，所以您只能把肉给剁了。对呀，但是呢，戴着戒指很不方便，您只能摘下来。厨房里乱七八糟的，就剩菜篮子干净。您不放那儿，还能放在哪里啊？不错嘛。还有啊，奶奶，您不会是想坑我吧？啊？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只能说，你不愧是我带出来的乖孙子。嗯。好了，金戒指的事儿就算了。哎，奶奶，你又偷什么东西了？还给我！我靠自己本事偷的，凭什么还呀？算了，金戒指没有，银戒指也可以。这小子和他的奇葩奶奶可真有意思，我赌他身后一定有一个故事。云山苍，江水央，谁非故事呢？天命造化，必不由吾等矣。哼，管他起活。你成天这么文绉绉的，你说着不累，我听着累啊。咱俩都这么熟了，能不能照顾一下呀？好好说话，成不？如每日逼逼，如此已数百年，尚不觉累，吾岂能败兴于你？我哪有每天都说，我实在是忍无可忍才说的。你觉得你这样说话显得很有文化吗？哼，不甘粗鄙而已，承蒙夸奖，多谢。我告诉你，你这个是自恋加迂腐，跟你熟我才说的。哼，Let's go。我去，阴魂不散啊！一睡下就梦到我孙子。回来了，反应这么大。我回来了，这真的不是梦啊，真的一睡觉就会回到梦境啊。娘你乖乖，既然回来了，那就把上次的那个梦球化了吧。老板娘白姐姐，化梦是吧？没问题。哼，但是我回来之前忘记刷牙了，睡觉前刷牙是很重要的啊，等我回去把牙刷完以后，马上回来，我就不打扰你们聊天了。啊，小冲，别装了，这次画梦你是逃不掉的。昨天你说要回去看你奶奶，这次就别再找理由了，做男人要有担当啊。哎呀，老板娘，你上次不也说了吗？画梦那么危险，我，哼，老板娘，别听他废话，时候不早了，让我直接送他上路吧。上路？什么？老板娘她说什么？我这么年轻，我不想死，我还有梦想要实现。五哥，你就别吓他了啊。小冲啊，你不用怕，姐姐只是想让五哥先带你去个别的地方。我总有一种
不祥的预感。那个地方不会特别危险吧？放心放心，不但不危险，而且非常有趣，还会让你突飞猛进，脱胎换骨，成为真正的画梦武士哦。哎，白姐姐，你这话说的和当年红枫武馆的刘大武师骗我拜师的时候一模一样。要不是后来他被我满头白发的奶奶追着在街上喊救命，我差点就信了。就你嘴贫，看来你是不相信姐姐的话喽。娘，你乖乖，白姐姐，啊，这就是我在那地方修炼后小有所成。娘，你乖乖，这么厉害还小有所成吗？那我知道了，白姐姐，为了不辜负你的期望，这地方我确定了。好，那就让五哥带你去噩梦寺吧。噩梦寺？等等，老毛精不是说那附近不太平吗？有五哥护送你，这些都是小意思，放心吧。白姐姐，我一点都不放心，能不能换个人带我去？你或者是严姑娘也行啊。你忘了上次妙妙被你气得带着严姑娘出去狩猎，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我身为塔主，自然也不能随便离开，所以只能把你交给五哥了，以后你们就是搭档了。老板娘，搭档的事我可没同意，我只答应带他过去，要是他没跟好，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可不负什么责任。白姐姐，你看五爷这，我还不如自己去呢。你自己去当然可以，就是活着回来会有点困难。那我还是和五爷一起去吧。这就对了，到路上可要和五哥好好相处哦。对了，小冲，你手上的这个戒指叫眼兽，可千万不能弄丢。除了来往梦界，这次去噩梦寺，你还会明白它真正的作用。这是个宝贝，我知道，但它还有啥别的作用呢？等你到了那里，见到噩梦僧大人，自然就知道了。噩梦寺里住着噩梦僧，这名字听着就吓人。好了，别乱猜了，路上可以问问你五哥。快走吧，不然你五哥该生气了。哎，这次可要活着回来哟。哎呀，白姐姐，你就不要故意每次吓唬我了。我走了。五爷，那个噩梦僧是什么人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你那什么表情啊？塔主，你让我留下来是有什么事情要吩咐吗？成千，你是塔里能力最强的武士，也是我最信任的人，这件事情交给别人去办我不放心。塔主，请您吩咐，我定当尽力。此事只有你我知道。
能告诉任何人。是。我要你去一趟噩梦寺，帮我拿一样东西。遵命。住手！我刚才都要吓死了。怕什么？本小姐什么时候失过手啊？到手了，妙妙，你太棒了！上次画梦全靠你，这次狩猎也……那还用说？有我在，没问题的。啊，我每次都笨手笨脚的。你不用怪自己。走吧，回去晚了，老板娘又该唠叨了。
娘，那是什么？嘘，大挑战来了。这一